德，诸位善知识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有这个盛会，澳洲宗教教育研讨会有几个问题来问我，要我解答，我们就按顺序啊，一共有十个问题。问题一，关于不同宗教间的和谐，我们谈论了很多，但如何才能做到宗教内部和谐？即如何使同一个宗教的不同派别互相接受、尊重彼此？啊，提问者是伊斯兰教。这个问题，首先我们要把宗教这两个字它的含义要正确地说出来。中国的文字显示得非常清楚，非常明白。啊，宗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，主要的；第二个，重要的；第三个，尊崇的，尊重、崇高。啊，有这个意思。教也有三个意思：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那么宗教两个字连起来，就是主要的教育、重要的教学、尊崇的教化。欧洲有几位汉学家说得很好，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。有宗教，出生文明，文明是宗教的产物。如果没有宗教做根本的文明，那个文明都不长久，二三百年就消失了。啊，汤恩比告诉我们，这个地球在三千年当中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，现在只剩下一个远东的文明，就是指的中国。中国是在亚洲的东面，只剩下一个。那我们就会联想到中国文明为什么还能支持这么久，
还存在，它有三个宗教做基础，儒释道都是属于宗教。诸位要记住宗教这两个字啊，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遵从的教化啊，它的核心是什么？不能不知道啊，宗教的核心，中国小朋友念的三字经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核心，是性本善啊，教育用它来做手段，让一个人把性本善在一生当中都不能丢失，牢牢地把它抓住，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是什么？明心见性啊，性本善，这个心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。所以儒跟佛是通的，佛家讲明心见性，儒也如是。儒家的教育是帮助人开悟啊，啊，悟了，在佛教就成佛，在儒家成为圣人，大彻大悟圣人，大悟是贤人，小悟是君子。在印度佛教里面，大彻大悟成为佛陀，大悟成为菩萨，小悟成为阿罗汉。我们完全明白了啊，悟是功夫啊，回归自信啊。为什么？如果没有好的教育，自信慢慢被习性取而代之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呢、啊、性是一样的，释迦如来跟孔子没有两样啊。啊，如来孔子跟基督耶稣跟穆罕默德也没有两样啊，一样啊，只是在各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啊，大家称的名字不一样，其实是一回事情，怎么会有冲突？怎么会有问题发生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对于不同的宗教，实际上没有不同的宗教，宗教全是相同的。那我们讲宗教，宗教的核心啊，教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？哎，就这个字。你看，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，自信起作用就是爱，在佛法里叫慈悲，悲呀、啊、是帮助众生离苦，慈是帮助众生得乐，离一切苦，得一切乐。叫慈悲，
是爱，比爱讲得更清楚，更明白。啊，我们把自信、真心、真心里头没有杂念，真心没有分别，真心没有执着，真心，所以我们叫它神圣的爱心，它是真爱。你赞叹他，他爱你；你爱他，他爱你；你不爱他，他还是爱你；你诽谤他，你陷害他，他还是爱你，丝毫没有变样子。这叫神的爱呀，是我们的本善啊！中国人讲心本善，这问题就不存在了。那现在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把宗教的核心忘掉了，把宗教的意义跟教育脱节了。它本来是人类重要的教育。它教育的内容是什么？是伦理，是道德，是因果，还有圣贤的智慧。你把每一个宗教的经典搬过来，好好去读，恭恭敬敬去读，细心去研究，你才真正了解什么叫宗教啊。宗教再多是一家人，不但是一家人，而且是一个人。佛经上讲得好，华严经上说，一切诸佛身，唯是一法身；一心一智慧，立无为一然。大方广佛华严经说的，一切天神，一切上帝，每个宗教的上帝，每个宗教的天神，佛给我们讲明白了，介绍清楚了，是一个神。一个神的分身呢？一个神为什么要分身？因为古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交通非常不方便，人与人之间确实有老死不相往来。他生活在那几个村庄，周围几个村庄，远一点距离，他一生都没去过。到我这个年龄，还有。我今年92岁了。我在6、7岁的时候还祭祀。记得我们生长在农村，距离县城25里，华里，不算远。也不过是10公里吧。也许10公里都不到。
就有真的有人一生没有进过城，这个小县城没去过，他的生活空间就是周围几个村庄啊，十来个村庄，在远地方没去过。所以人与人因为交通不便，只有分身。怎么教化众生？随机施教，他是什么样的根基，就给他讲什么佛，讲什么法门。法门无量啊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无量，所以佛的法门无量，这么回事，我们就明白了。他喜欢上帝，他喜欢基督耶稣，神就化身为基督耶稣，就变成基督教。啊，他喜欢孔子、孟子，佛就现身为孔孟。他喜欢伊斯兰教，佛就示现阿訇神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！啊，言语不一样，文字不一样，他所教人的内容啊，一样。我们现在把这个不同的宗教经典收集起来，来比较，来对比，一样的话很多，包括我们刚才在此地讲，这是 佛说的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许多宗教经典的都有啊。啊，所以佛要分身，方便众生，这就是爱啊。施教，列许多教宗教，列许多法门。啊，佛里面讲的最清楚，八万四千法门。无量法门，佛的慈悲也。啊，佛是什么？佛就是自性，就是性本善，本性本来慈悲，是这么个意思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交通方便了。啊，过去从中国到英国坐船要坐好几个月，啊，现在飞机12个小时就飞到了，方便了。啊，听说一带一路如果建成了，速度还要快一倍，从香港到伦敦4-5个小时就到了。啊，这个环境之下，过去化身化很多身，立很多教，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要万教归一，归一要回来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没有对立的了，
不再对立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学习宗教，学习宗教，用古人的话来讲，是人生必修的课程。啊，因为你如果不学，你不能回归自信，慢慢被习俗染污，啊，习惯成自然，习惯取而代之。习惯里面有很多不良的习惯，不好的习惯，你就变成恶人；好的习惯，你变成善人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问题里面，怎样才能做到宗教内部和谐？做得到。啊，第二个问题，如何将宗教同一个宗教不同的派别互相尊重，也能做到。啊，也能做到。今年我从欧洲回来，威尔斯大学他要设立一个和谐博士班，和谐博士学什么？学宗教的经典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班是专门为全世界宗教培养传教士，啊，大家在一起学习，学自己的宗教，也学别人的宗教，对经典都明白了，都贯通了，这些互相排斥，内部不和，将来通通都变成和谐，帮助世界宗教统一，好事啊！将来它的发展，人数多了，会办宗教教育学院，最后的目的，会办世界宗教大学。好事情啊，我听到了非常欢喜啊。所以宗教你只要去研究经典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。宗教确实有利于我们生活，有利于我们在社会永远离开冲突。啊，走向安定和谐，大同之治。宗教教育发挥很大的作用。啊，第二个问题，基督教提出来的，如何克服各宗教排他主义？佛教里头没有排他，
啊，这在历史上都能找到证据的。释迦牟尼佛教导弟子尊重自己的宗教，也要尊重别人的宗教。离境自己宗教的圣人，也要离境别的宗教的圣人。佛在世的时候看到今天的社会，啊，所以佛教里头没有白老，但是现在有没有？有。现在佛教本身有宗派，啊，大小乘相传下来有十个宗派。啊，宗派里头又分宗派。我早年访问日本，啊，日本的净土宗在中国是一宗，一个宗，在日本有十九个宗，啊，也就十九个派了。净土宗分十九个派，啊，这是人为的。啊，怎么缘起的？我相信，对于某一部经、某一个法门，志同道合，大家都欢喜，我们就根据这一部经、这个方法来学的，学佛。啊，时间久了，自然形成了宗派了。啊，不管宗派多少，他没有离开世尊所说的经教。啊，他有宗派的分别，经教上没有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个英国这个和谐博士学院，我相信两三年的时间会把宗教带上和谐，啊，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啊，宗派的建立没有关系，像现在大学一样，可惜可以合并，也可以把它区分出来。完全看学习、教学跟学习方便，哪一种方法方便就用哪一种。第三个问题，这是我的问题，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个，你觉得为什么无神论不断崛起，而宗教信仰却日益衰微？这个问题你问得很好，我很赞叹。这是目前宗教的现象，明显的现象。
无神论的崛起使大家把宗教经典丢失了，不在经教上下功夫，没有真正的修行。佛教里面行门很简单，只有三个字，戒定慧。戒是方法，定是功夫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智慧开了，效果就现前。你才真正懂得宗教，你才真正明了宗教，你才晓得宗教是什么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迷了，提到宗教也不顾三七二十一，直接一个概念下来就是迷信。宗教变成迷信，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。宗教一点迷信都没有，换一句话是，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迷信。无神论是迷信的，神是什么？这个字怎么讲法？中国的文字高明啊，要把它写成篆字，你一看就明了了。那神，我们面对这个字，左面是个视线的视字，上面两横代表上，上天，下面有三画垂下来，三条下来垂下，这个字代表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然现象。自然现象画三条，有天有地有人，这三才呀。靠右边是一个身子，身什么？当中有三个关口，当中好像一把宝剑一样，穿透了三个障碍，穿透了。这个意思就是通达自然现象而没有障碍，这叫神。神是智慧呀，它不是迷信啊。所以你得把你自个认识清楚。外国拼音文字显示不出来，中国这个像图画一样，很容易就能看出来，它什么意思？它是用智慧穿透大自然的现象。三化就是天地人，中国人讲三才。那么宗教日益衰微，是信仰宗教出问题。出什么问题？只信仰他一些规矩，一代一代传下来的，什么意思？不懂。
早年间印第瓦西德总统，我跟他很熟，他也很喜欢跟我聊天。他告诉我，伊斯兰的信徒很多可以背诵阿拉伯文的古兰经，能够背诵，但是什么意思不知道。愿意背古兰经，以背古兰经作为功课，什么意思不懂，这就是迷啊。所以今天啊，英国要开办和谐博士班，主要就是要把经典讲得清楚，讲透彻，让我们大家升起真正的智慧啊，了解人生在世应该要怎样做人，怎样处事，跟上天，也就跟自信相应，不能相违背。相违背就是迷信，相应的是自信。所以从前人信宗教，不迷信。老师讲得清楚，你自己也很明白，真正的宗教教育的受用，的宗教教育的利益，啊，这是第二个。作为一个有信仰的群体，我们如何才能将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引导回来？这个心发得好，我相信上帝赞叹你。众神也欢喜你。那就是你要认真好好的学，做出信仰宗教的人好榜样。信仰宗教是社会上的善人，是有智慧的人。啊，他的言行都可以做一般大众的好榜样。就把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引回来了，好事情。啊，所以我希望英国这一个博士班啊，这一些将来三年毕业出来之后，都拿到和谐博士学位，实际上就是宗教博士学位。有能力，有智慧，在大学里面开宗教经典这一门的功课，让一般同学选修。我希望这个做法，在三年能收到很好的效果。对于化解社会冲突，促进世界和平大同，会起很大的作用。
下面第四个问题，在世俗社会，在一个对宗教无感的氛围里，你建议我们应该如何与年轻的一代分享我们神圣经典宝藏？好，今年我在英国跟威尔斯大学合办汉学院，还更进一步，他办和谐博士班，我非常欢喜，我全力支持。我也常常跟这些宗教人士，各个不同宗教人士往来，我们建立很好的友谊。这个问题问得好啊！欧洲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已经看到了，已经动手在做了，预计十年之后可以正式开办世界宗教大学，宗教会兴旺起来。为什么？人类不能离开伦理教育，不能离开道德教育，不能离开因果教育，不能离开圣贤教育。这是人类接受教育的大根大本啊。问题五，听到老法师的讲演，我非常高兴，倍感幸福，他触动到我的内心深处。我是一名来自新加坡的穆斯林，作为新加坡女性信仰联盟的一员，应邀来此地参加论坛。感谢你，感谢净宗学院，也感谢这个特别棒的团体，衷心的谢谢你。你的讲演涵盖了大部分的宗教及他们的教导，如此不可思议，让我备受感动。我的问题是，是什么启发了你？谢谢。你问得很好。我是怎么学佛的？我年轻的时候无知，对于什么宗教都不能接受。提到宗教，我就想到下面两个“迷信”两个字，以为都是迷信啊，所以跟宗教从来没接触过啊。我在26岁。这一年我住在台湾，那个时候对哲学很有兴趣啊，我找到一位好老师，
方东美先生，我们不认识啊，我知道他是桐城人，桐城跟我的老家很近啊，大概距离的时候20公里吧，就这样啊，所以走路可以走到。他是中国桐城派，桐城派是学派，明清两代方苞的后裔，桐城派的领导人啊，桐城出才子啊，是当代的哲学家。我学哲学，写一封信，把自己介绍给方先生，目的希望他允许我到台大去旁听他的过程。他回了封信给我，约我到他家里见面啊，星期天我就准时去拜访啊，跟他见了面，先话家常啊，我年轻，他是我父辈的人，大概大我20多岁，对于家乡很留恋啊，谈谈家乡的事情，问我读书的状况，我老老实实告诉他我没念过什么书，正好遇到8年抗战，天天逃难啊，8年我走了10个省，总走了几万里路啊，没有机会读书，也没有人照顾啊，最后必须国家抗战期间办流亡中学，就是很多学生家破人亡在外面流浪啊，把这些人招生起来，国家来养。我在这个学校念过1年啊，非常感激校长老师对待我们这些学生，无家可归学生照顾得很周到，比父母还周到啊，我们生活在这一段时期是感恩的时期，没机会读书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他说现在的学校60多年的学校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要到学校去旁听，你会大失所望。我听了老师这些话，完全拒绝了，我心里很难过啊，老师当然也看出来，几分钟之后老师说，你真想学，你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，我给你讲2个钟点课，所以我跟他学哲学
是在他家里教的，小客厅还没有我们这个小摄影棚这么大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，我非常感激啊。他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，从西洋哲学讲到中国，讲到印度，最后一个单元讲到佛经哲学。我向他请教，我说佛是宗教，是迷信，他怎么会有哲学？老师告诉我，你还年轻，你不懂。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从来没听人说过。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我也没听人说过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所以我就被方先生这几句话了走进佛门啊。不知道佛经大乘佛经是高等科学，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大乘经典是高等的量子科学，我相信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量子发现很多东西，大乘经上有，3000年释迦牟尼佛在世说过。啊，所以才把这么多年的误会搞清楚了，丢掉了。开始光庙啊，光庙干什么？找经典看。在50年前台湾印佛书的只有2个阶级点，台南有一个，台北有一个，所印的佛书种类不多，分量也很少，所以寺庙里就有藏经，有图书馆，有藏经楼，到那个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我们想看的东西。跟佛的缘就这么建立的啊，缘很殊胜，大概也只有2-3个月。我认识一个蒙古亲王，明孟亲，明亲王，他是新疆人，学藏传佛教，他的老师是张家大师，他听到我对佛有兴趣，就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啊，我就学佛就同伴了，接受张家大师指导3年，也是像方老师一样，一个星期给我1个小时，每个星期我都去看他啊，看经，有问题向他请教啊，听他老人家指导。3年我佛学的根张家大师奠定，他老人家过世之后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，我跟他10年啊，所以我在台湾
接受佛陀教育，总共13年。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叫我学释迦牟尼。叫我去读释迦方志、释迦谱，这两样东西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告诉我学佛要认识佛陀，不认识佛陀你会走岔路，会走弯路，读了之后才知道释迦牟尼佛伟大，他不是神，才晓得方先生讲的，方先生的言目当中，佛教不是宗教，是学派，是哲学。释迦牟尼佛这个学派，张家大师嘱咐我要学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，把佛教再先忘起来。现在宗所有的古圣先贤留下来的这些教诲都变成宗教了，什么原因？不讲经了，不讲学了，只是念经，不是讲经。所有宗教创始人都是天天讲经教学而传下来的。这些忏悔佛门里面这些佛寺，今天所讲的佛寺超度佛寺都是后人所建立的，佛陀那个时代没有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，他是从戒定慧大彻大悟，悟后他就教学，讲阿含12年，为大家奠定学佛的基础，好像办小学。12年之后，接着讲方等8年，好像办中学。8年之后讲般若，好比是大学。22年，最后8年讲法华，好比是研究院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。讲经300余会，说法49年，这是释迦牟尼佛，他是个教育家。我们一般人称为他伟大的社会教育家，重视伦理，重视道德，重视因果，用佛法的术语来说，就是着重戒定慧，持戒帮助你得定，得定帮助你开悟。他走的这条路，作为以后教化众生的方式，我们学佛必须从这过来。那现在佛法衰了，
宗教衰了，衰在哪里？衰在没有人讲经，有人念经，没人讲经。那么英国这个和谐波斯班重视讲经，要把经讲明白、讲透彻，不是迷信，有理论、有方法，帮助你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。宗教教育不是宗教迷信，啊，所以我们相信将来宗教会回头，会回归教育。啊，宗教可以在一起办活动。我在新加坡住过三年半，把新加坡九大宗教团结成一家人。啊，每一个宗教办活动，大家一起参加。佛教办活动，通通都来。基督教办活动，我们都上，穿上这个衣服上教堂。好啊，这十几年来，宗教是一家了。大的国际活动，组团通通参加。老朋友啊，给社会做很好的榜样。第六个问题，你谈到要去除二的概念，来体会无条件的大爱与宗教教育。二，不二，主要是东方哲学的概念，譬如神存在于他的造物中，或者创造者存在于所创的之物中。这两种不同教导之间的差异应如何解决呢？习克教朋友提的，上帝造万物，万物人最灵，上帝心中有人，人心中有上帝，不能把它分作二，是一不是二。人要学神，学神什么？学神爱人，学神为人民服务。神圣的爱，超过父子的爱，超过母女的爱，超过世间所有的爱，他们有条件。爱人就像爱自己一样。
神圣的大爱，神圣的真爱，爱人就不会害人，爱人就会甘心情愿为人民服务。为什么？人是神造的，神会为神服务。服务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服务是什么？是教育。如何把人都变成神？就从这一点，把神圣的爱种在人的心上，让人心里面具足神圣的大爱，这叫宗教教育，这叫宗教教育的圆满。谁爱世人？必须神的信徒，神的代表，神之人员是代表神，用神的爱心去爱一切众生，信仰的、信教的爱他，不信教的也爱他，没有差别，没有等级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所以二是对立啊，对立不虚空，宇宙之间本来没有对立，没有对立，你要是建立一个对立，这不是好事啊。别人建立这个对立，我们要把这个对立撤除化解，这就好了。啊，我这一生，方东梅先生引导我认识佛教，张家大师给我奠定学佛的根基，李炳南老居士成就我，经典教学的智慧，我这三个人一个都少不了，少一个都不能完成。啊，今天这一点成就，感谢这三位老师。啊，另外还有一个好朋友，真的志同道合。中国大陆黄念祖老居士，啊，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，都是发心传无量寿经，传夏莲居老居士的会解本。啊，我讲了十几遍。他写了一部注解，写得太好了。佛法在末法时代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这一部经确确实实能帮助一般人，像方老师一样讲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就在这部经里头，啊，我推荐给大家，介绍给大家，宗教一定要团结，宗教一定要成一家人，世界，这个社会，斗争化解了，战争没有了。
世界才有安定和平。下面第七个问题，影响与祈祷时，如何才能让自己的思想慢下来、静下来？为什么我无法停止思考，无法静下来去想着上帝？我的思想总是东奔西窜的，从一件事想到另外一件，从一个地方想到另一个地方，从一个人想到另一个人。我问问同学们，你们是不是跟他一样？我相信现在的社会，跟他说的这个样子的人很多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佛法讲习气，从小习惯成自然，啊，现在人都叫你想，胡思乱想，跟中国古时候不一样。古时候的教学，小学、同盟教学、私塾，父母、老师都不叫小孩胡思乱想，啊，教小孩什么？读经，一遍一遍的读，啊，读到能背诵还要读，只准许你想经、想读的书，不要去想别的。啊，不准许你想别的。到什么时候才准许你想啊？十三四岁准许你去想，想有范围，想经所读的这些经是什么意思，怎么去落实，怎么样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，想这些，不是胡思乱想。啊，今天的人是胡思乱想，而且止不住，一个接着一个来。啊，怎么办？这在修学上，世法、佛法都是第一重要问题。怎么办？放下，看破，看破，了解事实真相。你要了解，你一天到晚所想的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叫妄想，对你有害处，有严重的害处。你赶快把它放下。圣学包括所有的宗教经典，你要想切入去深深理解它，就是放下妄想，一心专注去开智慧。一心专注是定，
啊，什么都不想了，放下去，放下去，知道它是假的，对我有害，没有好处，要放下，这是属于戒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佛家，我学佛第一次见张家大师，我就向他请教。方先生告诉我，佛法殊胜，佛法是很好的教育，我很想学，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切入？那一年我26岁，张家大师听到我这个问题不说话，看着我看了半个小时才说话，说一个字，有。啊，我在那坐了半个小时，听他老人家教诲，他不说话。十几年以后，我才搞清楚，为什么是这样讲。我们年轻，心浮气躁，就叫妄想很多。说话没用处，耳边风，这个天哪就出去了。所以怎么样，要叫我注意，注意力集中，半个小时注意力集中了，说个有，我很高兴，他又不说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离一高兴妄念起来了，他又不讲了，停了十几分钟。给我说了四个字，看破放下。那一次见面一个多小时，就这四个字啊，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。哎，不放下，烦恼习气在，最大的障碍，无论学什么，学世法学佛法，它都是障碍，要放下。啊，放下你就看破了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两个互相帮助。啊，所知障重的从看破下手，烦恼障重的从放下下手。非常有道理啊，方法很巧妙啊，只要你真干。现在这个社会，科学技术突风猛进，带给人全是妄想。这些妄想帮助你长知识，没智慧。啊，要晓得清净心帮助你生智慧。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放下。才能弃入啊！下面第八个问题，你好，我的问题是：既然我们谈论的是跨宗教的议题，是宗教和谐，我也想谈谈
关于科学与宗教，你认为科学与宗教共存，和睦相处，那一天会到来吗？我相信，那一天不超过十年，这答案是肯定的。啊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，才能实际发生？现在英国最近开办的和谐博士班，就是干这桩事情。我们对他有信心，他第一届应该是这个月开学上课了，三年毕业，啊，拿到博士学位。三年之后，我估计我们有这样的人才，就是宗教博士学位的人才，有30个人，有30个老师有学位，有大学教授的资格，有30个，就可以开办宗教教育学院，跟大学一样，休学7年，本科3年，学自己的经典，啊，硕士1年，博士3年，学所有宗教的经典，都要了解，了解了就不会有冲突，不会有矛盾，啊，就能够互助合作，帮助社会走向大同。啊，7年之后，我估计我们可以培养100到150个宗教博士，啊，宗教教育博士这个学位，有这么多人，就可以正式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。好啊，啊，宗教大学完成我们这个使命，啊，化解社会上所有的冲突，啊，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智慧教育兴旺起来，把世界带向大同，啊，永远离开黑暗，走向光明。哦，后面还有两个。问题9，有人可能会说，图文巴宗教合作团队青山委员会与敬宗学院的愿景太理想化，过分宏伟了，缔造世界和平和谐的愿景是要大幅度地改变世界，来造化人类及万物。在实现这个愿景的过程中，当面对所有的挑战时，你个人要如何保持希望，继续努力朝着目标前进。谢谢你的关心。现在我们有一群，有个小的团队，啊，就是英国汉学院，英国的这个和谐博士班，我们希望3年之后博士班提升为学院，7年之后
提升为大学。我们很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去做，啊，这个方向目标是威尔斯大学校长提出来的，我们合作办汉学院，汉学院是基础，没有汉学就搞不成，啊，必须要把汉学、把文言文找回来，把汉字找回来，啊，所以现在这个汉学基本的课程，这个三年基本课程，是中国古时候私塾用的圣学根之根，啊，像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这一类的课程，我们要补习。以前没有学过，现在补修，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而且要自己落实。啊，然后提升到四书五经、十三经，再提升到群书之要。终极的目标是希望这些有成就的人替群书之要写个序篇，因为唐太宗编这部书，从三皇五帝到他那个时代，找出66种书，在里面，这书里就关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桩事情的文字，统统抄起来，变成群书之要。所以，隋朝、唐朝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这个六朝1000多年，群书之要里头没有，所以必须要把它再找出来。书有，在四库，在会要里头、四库里头，书有。啊，再去把这个1000多年的古人的这些好的著作，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把它再抄下，分量一样多，跟群书之要50卷50万字，将来这个100卷100万字，就是中国四库全书的精华篇。读了这个100卷书，等于把四库全都读到了，功德无量无边的，大好事啊！所以我们对底下这一代年轻人，真正发心的学汉学的，我们对他们爱护，全心全力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全心全力专心读书，啊，困难问题我们帮他解决，让他不操心，把书读好，啊，这是我们的希望。幕后还有一个问题，宗教一直被政治所绑架，如何能将宗教去政治化，把属于凯撒大帝的归还给凯撒大帝，把属于神的归还给神，让政治归政治，宗教归宗教，这两者是否彼此不相容？这两者相容，
不是不相容。政治需要政治的智慧，政治的智慧在哪里？在群书之要，你明白了吗？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唐太宗27岁做皇上，年轻，没念过什么书。他是将军，他会打仗，打胜仗。用什么来治国？不知道啊。所以他很聪明，召集魏征，成立一个小组。小组干什么？在古书里去找，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，抄下来给他，这就是群儒之要。他就凭这本书治家、治国、治天下。啊，正好他给你解决这个问题。你对于宗教这两个字的定义还没搞清楚，今天搞清楚了，你就晓得宗教是人类不能缺少的教育。为什么？修身呢？要不要做个好人？要不要做个正常人？谁教你？群书之要教你。你想不想把国家治好？谁教你？群书之要教唐太宗。所以群书之要他曾经帮助唐太宗建立大唐盛世，大唐盛世就靠这本书啊。那么这本书现在在中国，习主席天天读这本书，依照这部书来治国平天下，做得非常成功，有声有色，让我们赞叹。不但我赞叹，全世界人民听过他讲演的没有不赞叹。啊，所以宗教教育要跟政治结成一体，哎呀，那就变成神的教育了。那这个地球会变成天堂，会变成极乐世界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。为什么？宗教教育一个字，爱的教育啊。你看当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我很喜欢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这是什么人？这是神，这是上帝啊！只有上帝才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啊！今天谁做？我们看到习主席在做啊，他把这句话做到了。啊，所以政治不能离开伦理，不能离开道德，不能离开因果，不能离开圣贤教诲。圣贤教诲出来的政治是大圣大贤，是太平盛世，是家家欢乐。我们必须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读圣贤书，就从事于圣贤事业。圣贤事业没有别的，爱人，帮助人离苦得乐。
啊，我们希望有圣人出现于世间，啊，大圣大贤，才能救国家，才能救世界。啊，群书之要能救中国，能救全世界。好，今天我们也没有计算时间，把这些问题都解答了，谢谢大家。